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王国保卫战哦。那各位观众，我目前玩到第6关已经够难了，那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玩哦。然后他要解锁了一个新的英雄啊，不过因为他只有四等啊，我们这个幻影是六等，我还是用幻影好了。来哦，我们到了险峻猩红山谷时，强大的圣殿骑士团加入了我们。此地是麻窟洼部落的狩猎场，故得猩红山谷这个名称。我们决定在此扎营，让士兵休息整顿。我军没见过麻姑注入，蛙人不是注入，但关于麻姑注入的一些传闻实在让人非常不安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会有野人的意思是不是？确定那条小溪就在附近吗？是的，走快点，早上想回应。着什么急啊？这是安全区地带，然后附近就有非常多的野人哦。圣殿骑士，这圣殿骑士怎么跟那个圣骑士不一样？巨剑是不是重甲战士？感觉是差不多的东西啊。哦，这关感觉比较好守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地方是可以那个一样可以让我们盖塔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好，那我想要，我应该还是会选刺客吧。我比较喜欢刺客哦，我说真的，就刺客可以刷钱啊。我们稍微点一下，先直接开始。新敌人。凶残捕食者的丛林亚种，比森林里的近亲更加的毒。它就是蜘蛛嘛，应该还行啊。我们英雄过来，英雄过来。这蜘蛛感觉还好，它是高魔抗这个太强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误伤啊。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人丢香蕉皮？猴子怎样？这猴子是在帮我的吗？不知道。你们这些刺客打通一点啊，快被跑过去了。等一下，刺客感觉没什么屁用。帮打帮打帮打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再干个兵也好了。这边是刺客嘛，右边这边的话盖那个圣殿骑士看看。我还是挺好奇圣殿骑士长怎样。这是什么？长矛女战士那然后左边有那个野蛮人战士，我目前不知道怎么打哦。我也不知道刺客可不可以打，总之到时候点就知道了。那我这个刺客是真的盖对了，因为它可以左右走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移过来，然后直接看一下，看一下新敌人。反正就速度平平，他会吃掉受害者，他会吃掉我的人，是不是？知道怎么打？这样兵营是不好打，我是不是要顶一下反击？50%差很多Let's dance。我觉得这很恐怖，他感觉没有很强，可是他会吃掉我的小兵就很恐怖，感觉上是这样的。总是打开就知道了。It's showtime. It's showtime. 然后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好了。我的刺客真秒人，他会怎么样吃掉受害者？不知道，目前看不出来。不知道他的能力是什么啊？还是他是有几率会发动，然后就是直接把我的小兵吃掉这样子？感觉像这样子吼。我们反击点高一点，这样感觉比较好打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奇怪的兵哦。然后接着两条路都有，感觉我们刺客是很好打那个，是个野蛮人哦，还是我们这三个都要盖刺客啊？我刺客其实蛮好用的。而且刺客伤害应该也是比圣殿骑士还要高吧？感觉上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那这一波就轻松手啦，下一波开始。这个是不是也要升一下兵营啊？不然感觉挡不住这蜘蛛哎。小兵过来，刺客过来这边好了。这边应该靠我们英雄和支援可以打吧？先叫我们支援去抵挡一下。我们先守一下这边的蜘蛛。可以，我们这个六级刺客还是蛮强啊，还是蛮强的。然后刺客过来了，刺客过来。刺客想办法挡住左边好了，然后右边靠我们英雄和小兵打。感觉这边会失手不知道怎么。雨丝雨先炸了，炸上面，主要是这样蜘蛛过来。哇，他这个雨丝雨太准了吧，直接帮我挡下面。小心小心。有点恐怖啊，这个。我们这边兵营赶快盖出那个圣殿骑士好吗？圣殿骑士感觉还是比较需要的。丛林哦，这种感觉全兵也很难打。是吗？我们赶快存一存啊，圣殿骑士叫出来应该就有差，不然我们这里再盖个兵营好了。
就是先中一下量、喔，不然我会抵挡不住这些蜘蛛哦、喔。目前的话有二级甚至三级的小兵，应该就挡得住蜘蛛了。然后支援，我们英雄按支援来打上面，尽量杀一下这野蛮，能杀多少算多少吧。Let's dance。不行啊 ，It's showtime。挡不住啦，刺客回来了，刺客回来。They won't see me coming。右边应该是可以守，然后雨是雨炸左边。Let's dance。应该这样可以。It's showtime。然后我们圣殿骑士叫出来哦，哎，右边被突破了。右边被突破怎么样？圣殿骑士有什么效果？哇，他承受致命伤害的时候有 20% 几率不会死，他会锁血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锁血是不是感觉很强哎？锁血外挂，然后有一个是可以流血的。哎，被跑过去吗？好像没有，就吓我。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加血量，好像蛮强的，可是没有那个圣骑士，就是一代的圣骑士砍量。刺客反而比较像，我目前感觉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就是再盖一个兵，巨型黄蜂，巨型黄蜂完了，我要守不住了。这关居然会需要魔法塔啊！我不知道啊，这谁知道、啊？这个可以帮我丢吗？这个长毛女战士可以帮我打这个黄蜂吗？不行的话，我要爆了，真的要爆了，叫我看看。没有屁用的东西，我的天啊！帮手帮手，我守不住了。这游戏很难全兵营哎、欸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的兵营没办法打远程啊，所以说我一定会需要盖别的东西守。守不住的感觉，真的是守不住的。不行啊，守不住啊！而且我支援也还没点到可以就是。守空中的东西哦、喔，我不知道二代的支援可不可以打空中啊。总之我们失守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边是怎样？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好知道这边还有一条路，好不好？会跑过来。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了。巫医哦、喔，他会治疗那个，好就有点像以前的那个萨满。好亏哦、喔，果然还是盖一个甚至两栋兵营就够了，还是需要盖魔法塔。不然会守不住、欸。They won't see me coming, 啊，那我大概懂了。总爱吧。好的，目前的话，一座二级魔法塔，一座三级攻塔是守得住这一波的、喔。接着下一波，好不好？他要开始砍树了。这个是有没有模仿啊？其实我刚刚没有仔细看。有的话，这魔法塔可能会不好打。不过没有刺客应该还行。Showtime, 哇，没有刺客。They won't see me coming。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、欸，这关要我们用圣殿骑士，结果我在那用刺客、欸，太鸟了。他有没有模仿、啊？他是五哦，巫医是无模仿的，所以说我们这魔法塔应该是很好打的。我们把小他们控在这里，应该就可以打。就让我们的魔法塔尽量输出哦。可能这巫医要先炸掉吧，我觉得炸巫医好，不然巫医会有点过强。不然就用小兵把巫医卡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英雄过来杀，应该会比较好。然后魔法塔升级，哎，杀掉他、啊，杀掉他。放出你的技能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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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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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努力杀，努力杀掉这巫医就对了，不要让他跟野蛮人控在一起啊！来来来来，可以了，刺客你可以的，我相信刺客是够猛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巫医的自补鸡血、欸、，OK OK OK， 我们的技能还是非常给力的、啊。哎，会不会跑过去了？According to plan， 有点难打哎、欸，这个东西，感觉没有大法师打会不好打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帮手，帮手！巫医想办法杀一下，杀巫医，杀巫医，不然我要失手了，我可能要靠陨石雨了。应该可以撑到陨石雨到吧？不行的话，不行，就是、要用魔法塔，不，要用那个下一波的攻势来解决。魔法塔啊，可以，到时候我们把这个。零戒指量点上去，应该就非常好打了。It's showtime. They won't see me. 我只是觉得我们兵有点少啊，伤而且伤害不太够。Let's dance. 看能不能秒掉吧。哦，秒掉了，真的 nice， 好不好？能秒掉就非常 nice 啊。那我们兵往前走一点好了，这个升上去，因为这个东西有扩散，其实蛮强的。我觉得还蛮强的啊，就有点像小小的那个。炮吧，
来来来来，基本上这一支靠我们英雄处理了。放技能啊，你干嘛？你 CD 这么久？你的 CD 维稳太久了。放下哦，没秒掉，可恶！没秒掉就超贵。目前走到第七波、哦，我觉得目前这个巫医我真的很难杀，我一定要有自己杀，不然会超难打。然后、哦、我又超多钱，真的是超多钱，秒掉哈！哦，漂亮，这个就非常 nice， 真的这就非常 nice。下一波好多黄蜂是怎样？我这个也要升了是不是？不然我感觉打不死。应该可以打，应该可以打。They won't see me coming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感觉可以下一波了。Let's dance。只是我目前刺客还蛮烂的，就是我不知道好不好打。总之下一波吧。我这个攻塔是不是盖这不好、啊？我这个区驯鹰者就不好用、啊、它可以那个增加附近防御塔的那个射程，可是我这样子，我是要强化来做，这根本强化不到。According to plan， 我天哪、啊！来，我们那个箭雨点一下好了，稍微帮清一下。我觉得感觉够哎、欸，我这里再盖一座好了，再盖一个攻塔，左右都可以射，应该会好一点。不然我左边我怕守不住，左边太多那个黄蜂了。左边这边好不好？左边靠你们处理了。下一波是直接从右边来的，哎、欸，快守不住了、欸。滋，等下我没有炮哎、欸，有蜘蛛祖母哎、欸，等下炸一下炸一下。有蜘蛛祖母怎么办？这种东西要靠炮打了吧？来，我们这个刺客也拉过来，我感觉不妙哎、欸。蜘蛛祖母会有叫幼虫哎、欸，啊，我是不是这个地方要盖那个炮塔比较好啊？还是这个地方开起来盖炮塔？挖开好了，这个盖炮塔，然后它可以震满，盖满墙。我目前是这样想，目前我这个有稍微点一点嘛，然后这个也有，所以说应该是还蛮强的啦。Do battle。欸、然后这蜘蛛会不会太多之类的？你的蜘蛛有点太多了、哦。欸、你这蜘蛛有点太多，有点夸张哦。这个。不过我的陨石愈快好了，应该不会失手。我陨石愈好了，真的失手我们就直接炸了。目前应该是还行，只是他很多小蜘蛛而已。蜘蛛祖母在打我们的时候应该是不会产卵的，所以说应该是不用炸。来，我们可以盖炮了，盖一下炮塔。到时候把那个。液压机盖出来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液压机，真的是像液压机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这么快失手了、欸，这蜘蛛有点强。箭雨，帮我炸掉啊！箭雨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好，这样好像蛮轻松的、欸，守过了。我们炮声了，这样。好，你要怎么知道的呀？下一波的话是丛林蜘蛛祖母十四只，怎么更简单啊？刚刚不是比这一波还多吗？直接点吧。哎哎哎哎，怎么这里还有一条路？我的妈！我觉得这样都不行哎、欸，他都给我乱开路，你知道吗？有个不爽的、欸，有个不爽的、欸，你应该要照实想，你有几只啊？直接开另一条路过来是怎样？这样不太对吧？而且我这个东西压不到右边这条路的、欸。哦，我这一座应该盖炮的，这一座盖炮一定超爽的，各位弄，好亏哦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从这里来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比你就盖这里了。好了，那个钻地基平台好不好？盖出来，帮我们压一下。然后有观众说啊，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岩心钻，它有点像是死亡射线的感觉，就秒杀敌人的。如果遇到那种很强的怪，应该是可以用一下。只是现在我是没遇到，就是现在不需要。总之，我们就加点继续降手。结果我们这关应该是主打圣殿骑士的，我一直都没有叫。果然 bees， 哎！被小蜘蛛跑过去啦！啊，被小蜘蛛跑过去是怎样？
太亏了吧，我觉得这次超亏。我们点一下火焰烧一下。啊，我不知道小蜘蛛跑那么快，小蜘蛛跑那么快是怎样啊？超快的、欸。It's showtime。下一波的话全部都有巫医四只、战士、蜘蛛祖母、丛林蜘蛛。啊，感觉这一关这个钻地基就超好用。我应该多改一点的，好亏哦、喔，真的好亏哦、喔。下一波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盖液压机耶，钻地基啊。不过还是算了啦，目前先不要盖那个东西。我还是想要盖一下冰影哦、喔。我们右边这边好不好？放圣殿骑士哦。既然他都叫我们盖了嘛，我们就要试一下才对。不然的话，好像他们给我们的教学，哦，我们杀掉一万个敌人、欸，给我们的教学我们都不体谅，这样不太好。反正我们这个火焰也挺慢的。他这火焰是不是几率性的？我感觉好像不是一定会触发。那我们升一下圣殿骑士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圣殿骑士应该也是蛮强的，好不好？应该是蛮强的。圣殿骑士出现了，好不好？圣殿骑士，他是拿着双手大剑，很帅哎、欸！我喜欢双手剑，好不好？圣杯感觉不需要圣杯哦，我觉得可能加圣骑士的血好像也不太需要。哎哎哎，小蜘蛛，小蜘蛛，这边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就跑过来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比较强。就是造成流血，流血感觉超猛。下一波什么？野蛮战士，野蛮战士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一压机打这个应该轻松轻松的。According to plan。下一波，下一波。Let's dance。哎，我的圣骑士死光了。圣骑士怎么那么废啊？哎，我就刺客要叫过来啊、哦，不然可能会打不过，他有点太多只了。而且我们到时候陨石鱼再揪过去炸就好了，还是其实留着比较好，先留着好了。说点圣殿骑士的生命值都比较有嘛，他一只是275点，然后刺客是220点，然后差蛮多的。他点满的话是多少？他200块就是加50滴血，加他点满血很多哎、欸，出来的话直接425。直接比刺客多两倍，好强哦！再点再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圣殿骑士给点满的，好不好？他也是锁血外挂，很猛。来再点，目前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圣殿骑士真的是非常非常强？虽然说伤害，伤害应该是不会比刺客痛，应该吧？因为我看他虽然说是20-30啊，可是那是因为我的刺客伤害都没有点，这些点上去的话，其实伤害应该是高过圣殿骑士。然后我们圣杯也点一下、啊，玩毛奇这个点满之后会有多少几率不会死？巫医八只，这左边都巫医哦，然后右边是一堆丛林祖母。丛林祖母很像是，我还说什么丛林州嘛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然后直接下一波啦，直接下一波，应该轻松打。那我们刺客的话拉来右边好了，因为左边总共就16只嘛，应该是没有那么难搞。而且我们还有圣殿骑士这个几乎不会死的存在，圣殿骑士过来了，这样试试看。我们右边应该是比较需要帮忙。哇，还好多只哦！我感觉我右边的墙防御要再强化一点。这座工塔升上去好了，母兵堡垒哦，到时候我们也升一下。而且这个塔也可以打左边嘛，应该是蛮强的。哎，我目前看它是可以提升的，就是周围这三座防御的射程，有没有？这座、这座还是座？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提升这个，就是了要点点看吗？点点看，有吗？有提升射程吗？好像感觉不太出来，应该他既然有，应该就是有吧，应该就是有吧。哎，我这边快被突破了，等一下，秒掉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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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边秒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可以可以可以打过了。
接着下一波好多黄蜂哦，应该是哦有黄蜂后哎，这关有 boss 哎，然后这不是 boss， 这不是 boss， 不要乱吓自己，那东西不是 boss 好不好？来哦，那我们就是剑雨顶一下，有超多钱。然后这两座的话，我再盖个魔法塔嘛，攻塔好了，好像盖攻塔超猛的，而且还会加射程嘛，这个不盖超浪费。而且我发现。我在想他这个可会持续的就是升级上去，让我的那个射程变超高、欸、如果可以一直叠的话不是超强的、欸、好像不会、欸、观众有没有，我一上去是不会加的、欸、好像蛮亏的哦、喔、不会加的话那我盖这干嘛，只要一做这个就好了。It's showtime. 啊总之我们这波应该是还是蛮轻松手的。哎、欸，我点干嘛？我早点下去，我看他可以点，我就点了。我超浪费钱，我真是一个浪费钱的人。我天哪、啊！我、哦、这边快失手了、哦，因为右边这边我做一做这个会打不过，要炸就要炸。右边这边防守有点薄弱。下一波蜘蛛祖母，这最后一波了，好多只哦，蛮多只怪的。Let's dance。我觉得我这个地方防御要强化一点。盖个别的东西都好吧，可能盖个法师塔会好一点。开始下一波，这关蛮简单的，这关跟前面的关卡比起来简单超级多，真的是简单超级多。我打第二次就够了，第一次还是我不知道他会有黄龙，所以说我没有盖对空的那个塔。那我目前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，我蛮喜欢哪几座塔。第一个就是这个。钻地基吧，它、啊、另一个就是刺客同盟，我觉得这两个都超好玩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就轻松手了吧，他们应该打不完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、啊，因为我目前就是配置配的还算不错。这应该说光本来就不是什么很难的地方，只要乱盖的话，应该不会输太多。Let's dance。好，那基本上应该是守过了，右边应该是守还是左边？刺客拉过来，我后面这些根本就白生的，各位知道吗？哎，还有啊，等一下，怎么还有？好，胜利！噔噔噔，在英雄不死的情况下完成一个丛林关卡。哦，我关英雄没有死哦，还行啊，好不好？还行。英雄解锁，他现在跑出个女巫哎，我真的要换吗？可是我想要把一只英雄练到满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大圣，这是孙悟空是不是？好神哎！哇，这游戏居然有东方元素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一样继续升级一下，我们兵营还不够升到满、欸、老兵队可以训练更快，反许攻，哎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我这个志愿兵点到满可以那个哎、欸，我不要换一下配点啊，我这样子好了好不好？我们先不要强化左边了，我们先把右边的点满啊，点不满，天哪、啊，太贵了，那我们还是点兵营好了，因为我最喜欢兵营啊。好了，总之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讲这，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